李佳芯、郭晋安呢日宣传新剧《白色强人》，今次是他哋第一次合作，两位都话过程好愉快，但系开心得嚟又好辛苦、哦。但我谂翻，我哋其实拍嘅时候成日都笑噶。系啊，而且我系即系我系笑点好低嗰啲人嚟嘅。同埋你好中意去旅行，我记得，我记得帮你 check， 你嗰时唔知咩要去莫斯科啊？系咪要去莫斯科啊？我唔记得咗要睇世界杯啊。因为我哋拍得太辛苦啦，咁我就开始啲幻觉开始出嚟啦，我喺度谂，哎呀。邊度有波睇啊！我想即刻聽日，不如買機票啊！而家買幾錢？咁安仔咧就好積極，即刻幫我上網 check 機票，係機票。咁我哋就幫你安排住邊間酒店。係啊，邊間酒店係最平，同埋最近個球場嘅，我記得。我安排埋七人車接你，然後去到間酒店。所以你話我哋拍攝嘅過程幾開心，一到咁上下時，我哋就會識得揾呢啲咁樣嘅娛樂去個思想上去旅遊。好似真係發生咗。好似真係，我直情當自己去完翻嚟啊！李佳芯仲直頭有少少斷片添啊！又自己設計 poster 咧？點解？我唔記得諗咩啊！自己一齊咧，成班演員企各自坐唔同嘅位置啊，企唔同嘅位置啊，然後我哋就影相啦。我哋就話：嗯，呢張可以做 poster。結果我哋真係登個張仲多過，仲多過公司登過。因為我哋就之後就洗版式喺自己個社交網絡度 post， 咁所以基本上觀眾睇到我哋自制嘅 poster 多過官方嗰張，係啦。